哎，你是几点的飞机啊？下午一点的高铁。下午一点。我说了几遍了都没记住，你是不是不在乎？哎呀，我舍不得你嘛。下车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好，好，好。摆一个我们帅哥最爱的姿势，来吧，好。3、2、1。蝉声躺在梧桐间，随大摇舞晃我眼前。那首总记不住词的歌，今天再清唱一遍。光草千里照照片，和猫相说声再见。什么屌丝说的走路今天走最后一遍。好多话没说，还有梦没做。如果真的爱过，遗憾的太多，都是我。听我唱着，唱理想多轻松，把错过的选择写进这最后的一首歌。轻盈了马星辰闪烁，抬头吧，它总在听啊。你没讲到三个字，我真没有，是吧？你等我。谁反复拨弄琴弦，那弯的光滑路面有没有流星出现，三角地震的眼圈扛住忙碌的鼻尖，便利店开到几点，将万片阴晴落叶装箱做几次实验，风吹过寒淡木的夏天总令我怀念。
字幕场景。今天这最后的一首歌，让我们今生光华日月相伴向前新买了一台 DV 机，哎，我约了子轩，让他来看看我这 DV 机怎么样。走，我兄弟那叫负担第一帅。哎，你小子不是说约的你吗？干嘛？你怎么还带了袁呀、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轩哥和袁姐平常会去哪里玩？哎，我喜欢跑跑步啥的。操场玩了。操场呀。我在旁边吃饭。他带着你吃什么呀？吃点草啊，吃点树皮啊。哎呀，玄哥，你这不行吧？总得带袁姐去吃点好的吧？下次一定吃点好的吧。怎么你带我都是去吃烤肉什么的？你带我可没有啊，我可没有啊。你带我都是去吃什么烤肉，然后你带袁姐就吃草，你这能行吗？是谁送给你的花？是谁送给我的花？让我们看一下花的主人。哎呀，我预言一下，之后的合唱团的团长。非你莫属。哇，那要多少年之后啊？不久不久，对，只要对，就大四的时候。三年两年。三年两年，指日可待。那咱们在这等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呀。走呗，那就。那不行。为什么？咱们在等鸡蛋煮熟，里边乐拼煮蛋器。一次能煮六个鸡蛋，五分钟是温泉蛋，六分钟是溏心蛋，七分半就是全熟鸡蛋。他可真厉害！你看他熟了没有？有可能，鸡蛋的状态是一直在改变的，但是我们等待开机的状态一直没有变。哎呀，好热！为什么我这么清爽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 leader， 你的生活真有你的。我们的夏天不再酷热。